又早醒啊，11点几啊，唔算早醒啊。伊阿去阿包卡，我打包公嚟食。打包鸡咧，伊要烧腊啊，阿爸最中意食烧腊啊。呢只 fans 同嚟讲，思海呢只烧腊唔错，牛千毛打包哥，康妖毛啊，佢打包康他康后先毛啊，喺前面。同啲人多吵啊，11点都人多人。好好食你啊，看到？哎呦，食差食啲啊！好有多老店啊，好多东西食啊。一只鱼包，用招呼。斩记海南冰。哇！什么电茶、电泡茶、玉锤店、明龙啊、上云行啊、卖海味啊、海参、燕窝，还是卖仔啊？啊，几多店？一边有多肉菜店啊，有直接去把杀，要拎把杀。嗯，小麦煮肉，肉房得啦，丝海茶室啊，哇，呢只麦啊，好啦，哇，好多茶，即系咁啊，丝海茶室看到啦，烧腊和手肉。鸡，好似唔错，看到。哦，哦系咯，茶手都唔错喎。哇，真唔错。我等鸡，把鸡髀。鸡髀啊，俾我鸡髀。佢計寸嗰條，俾我加粒蛋啦，兩個都要啦。淋啲加啊嗰個叉燒醬啊。几多钱啊？啊，叫你鸡髀参烧肉食嘅，我姜蓉冇。哦，姜蓉我姜蓉。得啦。一个白鸡髀，一个净叉烧，两个卤蛋，20克绿豆。OK， 打饱啦，20条六角肠，加粒醋添，椒红色啦。所以会试去茶色啦，啊，有啲阿爸屋卡打收下，响声啦，记得 follow 我，唔就 like 我 share 出去啊，拜拜。